好，国庆烟火在高雄，而台湾灯会这个活动呢，就移到了金门举办，变成2021金门星光节。在昨天晚上，这个星光节是正式的开幕了。现场除了美丽的花灯，还有精彩的无人机灯光秀，在天空中就像美丽的星星。现场还邀请了知名的歌手萧煌奇演唱动人的歌曲，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400台无人机组成的美丽灯光秀，让夜晚的天空犹如繁星点点，让人陶醉在星光之下。而地面上绚烂夺目的花灯也让人目不暇接，金门就瞬间变成了浪漫岛屿，民众都看得好开心。2021年金门星光节在琼林保护庙前广场盛大开幕了，并且会展到5月30号。这场首次办在离岛的台湾灯会是吸引了上千人共襄盛举，场面十分的热闹。